今天呢，我来带大家去参观我爸妈的财产是什么呢？走吧。我跟你说，虽然看起来是很大，但是这个地是没有加持的，因为它只有使用权，因为它是田地嘛，一半的田地是没有加持的。我不敢下去，我弟弟说可以下去，给他先下去好了。热风，热风，你们可比热风。我累了空。轮到，爸爸说走另外一边的，那边不能走。旁边这里是坟墓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住在我们家这边的时候，因为旁边是坟墓嘛，我真的很怕，所以晚上我都非常的怕，都不敢出门，因为怕嘛，小时候太怕了。可是现在是还好，因为现在我们这条路边的比较热闹，比较就下午或是晚上会比较多人来这里运动，因为我们这边是纯自然的风景，所以大家很多人来这里运动，所以才比较不会那么怕。不过以前太怕了，以前这里完全没有人，因为我们以前在这里是真的是很偏僻，超级偏僻的，没有人敢出来这里的。我爸妈除了捕鱼，还有就是在这里种田，就他们捕鱼回来的时候，剩下的时间就在这里煮澡啊。对，他们这边全部大部分是在种那个葛根，对，葛根，我应该是葛根啦。爸爸，我不知道台湾朋友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葛根，应该是会知道的。以前这个地啊，全部都是田地，就是别人的田地，然后他们都是种米的。可是因为这几年呢，在我们这边工业区比较多，然后有很多公司他们缺人力嘛，所以我很多人他们开始就是慢慢不想种田了，然后就去做工厂，所以这边田地他们没有时间再顾，所以我爸妈才把这边的田地全部买下来。然后其实买这个田地很便宜的啦，没有很贵，所以我爸妈才敢买啦。然后就把它种一些比如说是菠萝蜜啊、椰子啊，还有葛根啊，这样子。喂，老奴来入口。喂，宝宝，你要干嘛的？我问爸爸说为什么这边那么多草，爸爸说来不及啊，来不及除草，它都长了。这个草真的是很长很快。跟大家介绍我们家的根，这个葛根就是我爸妈收入，就是我们爸妈一年的收入之一。这里很大，所以全部都是我爸妈这几年呢都在种葛根，因为葛根它比较好顾。我爸妈说一年只有收成一次而已，因为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来顾它，所以爸妈才选择种葛根的。然后旁边一排还有菠萝蜜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年回来的越南啊，我发现啊每个家庭都有菠萝蜜，所以我们家今年的菠萝蜜都没办法卖出去，因为每个家庭都有，然后很便宜，所以我妈就直接采下来家里自己吃，然后去送亲戚朋友这样子而已。哥，哎呀，来嘛，前面除完，然后除到后面去，后面除完回头，前面已经长好了，已经全部再长回长一次了，再总长一次了。爸爸说，爸爸问在台湾有种这个吗？我不知道。台湾有吗？从这外来，同边。好的，哎，爸爸说前几天呢，就有人来
来我们家订这些全部的哥哥的呢，就来订了。他说他们要住口，可是一年一次而已，好像喂不喂，唐梅没得没啊，得不坏。唐梅哈呀，十二月份，爸爸说十二月份，所以真的是住了一年。周愁，蚱蜢，大家看，喂蚱蜢，它掉了。我以前种米的时候，常常去抓蚱蜢回家煮，回家煮饭吃。蚱蜢是可以吃的。哇，飞走了。我记得在我小时候，我爸妈也有种，可是后来因为我爸妈要去捕鱼嘛，然后在家里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去捕鱼，大概一个月才回来一次，所以他们哥哥就没有再种了。可是前几年才开始，就是才开始买地，然后回来种哥哥这样。爸爸说：“小力一点，土都被你挖掉了，挖光了。”有时候我爸妈大概早上五点、六点就出来除草了，然后下午大概五点半、六点，因为天气比较没那么热。你，蔡萌。我弟弟把我把它放在我的身上，我的手上。陈，赶快煮澡。该煮澡。你有煮过澡吧？认真的还没有煮过。有吧？老木算除草的话有啦。只有少部分而已。不要挖太多土哦。就是把草挖下来嘛。哎，不要挖太多哦。爸妈都很辛苦把这些土弄上去的。要全部吗？还是一样？啊？就是全部绿色都要把它挖掉吗？这边、这边、这边很多啊。城市的小孩不知道除草是什么。要不要给爸爸评分？这次回了越南哦，要给陈来帮我爸妈做一下。像我们家做的话，真的是我爸妈做完七个了，我们还没用完一个。以后回来家里种田，爸爸以前都这样说，然后每个兄弟然后以前都怕死。我问你哦，你回来我们这边会觉得很乡下吗？乡下啊。超级乡下吗？算吧。回来这里感觉怎样？天气呀、啊，没有自在呀、啊，会不会很不方便那种的、啊？觉得就回来这里就好像退休生活这样吧，就。很轻松悠闲，没有城市的那种时间紧凑的压力、嗯、每天就是早上起床要干嘛就干嘛，然后吃完午餐然后睡午觉，然后午觉睡醒然后再干嘛干嘛，然后再吃晚餐再睡觉。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我们这次回来是晚的，没有工作，很多就我爸妈如果工作的话他们还是很早起来去工作了，好不好？很多人也是一样啊，早起去工作，然后下午七点五六点才会回来的，那像我们闲闲的退休生活，所以要珍惜现在还在越南的时间。回台湾就不能这样了，回台湾一定要工作。对啊，回台湾就要上班了。嗯，好啊，继续帮我爸煮澡吧。我地好坏哦，都去抓蚱蜢，然后把它的脚全部摘掉。哼。算了，把它整了下去。你就我摘，就我摘上来你的。你买了，反正就那样，我摘的了。你摘得到，摘不来。你摘得到啊？那上面冒毒。哦，弟弟真可爱。两个都蛮好。弟弟真可爱，他说他脚会想回来的。
我弟弟太可爱了，天哪，到时候跟人一样，人也会恢复，然后蚱蜢也是。爸爸说回家了，你有出弯吗？有出弯运动吗？有出弯吗？我觉得我是在破坏。因为葛根是在土里面的，然后所以你除草的话，你不要尽量不要把土挖掉，然后你就可以最好是可以只除草不要挖土。可是我不会啊，所以每次除一小块然后都挖掉一堆土，感觉我是在破坏葛根的生长环境的。哎呀，回家了，现在不能吃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用不完，你看还有那么多藻，然后都煮不干净啊。那你要陪我饿肚子。回家吧，太晚了，天黑了。弟，回家。跟着爸爸走，棒。你就是真正的农夫了，小心哦，小心。喂！喂！啊！Oh my god！ 啊！小心！ Oh my god！ 天哪！那是怎么大龙夫？天哪！你也要过来啦。天哪，这个故事的小孩。Oh my god！ 天哪，陈刚刚太好笑了。好了 ，OK， 我们今天就回家了，我们今天收工了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